各位喜欢的兄弟，大家好，我是 Rock， 今天我们再来玩开始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锦标赛方面，还有还有八秒、七秒啊。今天开始的刚刚好啊，这个锦标赛刚刚要这个刷新了啊。我们现在是第15位零杯是吧？我们垫底啊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第十四段位啊，还是第十四段位。然后刷出来了新的14个对手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并没有这个我们酷爱的观众是吧？这次没有酷爱的观众，但是呢，我在这个黄金联赛里面找到了我们的酷爱的观众，就是哪一位呢？啊，就是第48位老高粉丝是吧？这一看也是看我们酷爱视频的啊，感谢这个支持我们的视频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还是老规矩了，先来打一下这个帮派战啊。打帮派战之前，先来开几个箱子啊，来碰碰运气吧。低了点还行吧，还行。哦，这个可以用上，哎，四星的可以的。哦，这个也是星级低了点，而且相似的车辆我有一个了啊，这个滑头。这个一般吧。嗯，好吧，这个箱子一般化。哇，有一个加成。哇，五星的大脚轮稍微大了点啊。好，我们先给我们的反弹器升级一下，反弹器喷气球。哎呀，我的喷气球暂时给换掉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先开另外一个箱子啊。另外一个箱子。赞助者不羁，少一个孔位。哎呀，这个更厉害，五星的反弹器，电钻三星，这个三星，双管火箭四星，这是好东西啊！抡距两星低了，攻击力包四星是好的。我最近双管火箭比较强啊，大家看到我现在我组了一个这个，这个金字塔加了两个双管火箭，因为我这个双管火箭的叉车啊，我这个叉车是加这个双管火箭的，所以我就给用上了。攻击力也只有2200，并不是特别高啊。这两个双管火箭应该还是算是实力不错的。然后这个金字塔四星也不错，只可惜没有加金字塔100%的轮子啊。这两个车我最近在用，然后就是把这个换成飞行侠，我们就可以打帮派战了，是吧？来换上飞行侠火箭，把最厉害的双管火箭一定要给这个飞行侠啊。飞行侠能打多少决定我们的成败啊。好的，血量又加了一点点啊。好，我们开始打。好的，第一个对手，哇，一开始应该是没啥问题啊。用我们的金字塔，好，用我们新组的金字塔来跟大家对战一遍吧啊，看看什么效果。来，新组的金字塔上，挑起来。哎呀，挑起来我也翻了，金字塔翻了之后就不好用了。哎呀，来抡锯上，哇，好的，然后这个也上。这个推冲击力没办法把对方顶起来啊。好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对方，好吧，对方还有一个呢。哎呀，我抡不过他，我满血的时候能抡过他，这样抡不过他。好，飞行侠收，我第一个就用了三个车。哎呀，优惠我也不打算买呀，现在我不打算买啊。现在这个箱子成色这么烂，就算是买了之后有可能开出一堆烂货来，所以我们干脆不买，然后继续对战。不，先不继续对战啊，先换一下，先给我们的车换一下。我可以装一个八费的了，这是九费，这是八费。好，八费上 ，OK， 加200。然后轮子尽量装小轮子了，这下啊，滑头，我们尽量让它稳一点。不能再大过这个程度了，是吧？好，那就装这个吧，两个这个。好，我们看能不能站得稳啊？来，好，谁排名高打谁，我们看能不能站得稳。这还行。这滑头还行啊，不倒啊，4700。哎，我们园林的巨鲸好像只有3000多血量啊，4700的话应该是有提升。OK， 然后我们还有费吗？没有费了，这是最好的配置了。我们三个车是这个飞鹰侠，然后喷气球，然后这个轮距啊，看这个组合怎么样。好的，这个对手第一个飞鹰侠，第二个飞鹰侠，第三个飞鹰侠，完，最终还是靠飞鹰侠。弄了半天还是靠飞行侠。好的，这解决问题是最实惠的。哎，我说要装小轮子也没装。好，待会儿需要那个打高血量的时候，我们把轮子装上啊。暂时还不需要。哎呦，糟了！哇，差点被他碰到，被他干扰了，有可能这个情况就不对了。机枪完，被干扰了。啊，果然被干扰了。果然被干扰了啊！哎呀，他正是。剩一丝血啊，他运气不错呀，那我一发干掉他得了，棒，好的，两级的，又是五星的大脚轮，有两个了，长钉没用。其实我们这个磐石，这个大磐石应该换成
这个大脚轮，是不是？因为它不怕轮子大嘛，所以我们换上大脚轮。来，两个五星的大脚轮，最高血量堆上去，8000血量了。哎，然后我们的轮距其实还有更强的，但是为了加血量是吧？这个不用加了吧？加25%可能不如攻击力来的实在一点。我们看看啊，这个600多，这个当然是要加了，这个加120%要加啊。减了400多血量，我们加上好多攻击力。好，上加了1032的攻击力啊。这个对手第一个，我第一个能给他吊起来就行了，喷气球。然后第二个飞鹰侠，第三个飞鹰侠 ，OK， 第一个喷气球。来，给他掀翻，走你！哎呀，我也翻了，他也有气球，我都没看见。别喷过来啊，喷过来很危险。我他打不着我，居然！我他的双管居然打不着我，我居然给他怼墙上了。嗯哼哼，来！哎呀，我又被干扰了。哎呀，我又被干扰了。怎么总是这么的意外呀、啊？我又被干扰了。怎么办？这有可能扛不住一发呀！哎，扛住了！哇，扛住一发 ，OK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扛不住一发了，我们上抡具上去抡吧，抡！哇，糟了！怎么办？谁先打到谁？哦，我赢，险胜，这是险胜啊！好，三级火枪，黄金的都来了。这个我可以装什么呢？喷气球，喷气球可以装，但是装不了双管火箭啊。嗯，可以考虑啊，就装喷气球，不装双管火箭也可以考虑啊。好，先留着，接着小机枪没用。哇，我开始有黄金的了。好，第四个对手，第一个得飞鹰侠，可能还打不完。嗯，第二个适合于公牛。第三个又是机车小机枪，我们得小心点了啊！第三个其实也是飞鹰侠，最好是飞鹰侠。公牛要出场了，装个火箭还是双管最好是吧？或者抡具可以破解那个气球，对，我们装抡具吧，可以顺便破解气球。好，第一个先用飞鹰侠，飞鹰侠1384打11000多少来着？没记住啊，我再算一遍吧，我这个事情不能马虎。1384乘以8 11072，哎，刚好打不完。如果我们装上一个小轮子的话，有可能打9发。好，我们给装个小轮子啊。好，可以了，开战，飞鹰侠先上一发，我们数着点啊，一发，两发，三发，四发，五发，六发，七发，八发，九发，没打完，是打了9发，但是对方有血包啊，这个我们没考虑到啊，没考虑到对方的血包啊，这是失误了。哇，还被他激光扫到了，这下赔大了，他第一个车给我们干掉了这么多，我这公牛必须得完胜才行。哇，对方双管完败了，这次我们完败了，完败啊。这个对手公牛用不上，好，我们把公牛换掉，换成一个可以跟他双管火箭这个对拼的、对轰的实力的啊。那我们用这个超强的这个来试试看吧，用这个来试试看。前面装个激光什么的，激光有1561的，一发打出来就是接近3000多，一个反推，然后用个激光。好，我的激光也是够高的，是不是啊？1561上吧。电力不足，它是9费，那还是得加电力，加电力。好，上，然后激光，最高的激光上去1795，是不是、啊、这感觉挺强。然后就是这个轮子，我们反推回来之后尽量不要靠近它，当然它有两个反推，它也不会轻易靠近我们啊。这巨鲸有个小轮子，加巨鲸1490，然后还有没有加巨鲸的小轮子？我只要，哎，这有25，但这个推进力有点强是吧，我们最好不要靠近它。我这10000多呢，10000多可以考虑啊。这个双管火箭加了这么多包，不升级太浪费了，升级。好，11级满级之后攻击力有1800了，好的，我很满意。这下第一个肯定打得完了吧，我这攻击力了，你怎么可能扛得住。好，只要能站起来呀，这下肯定打得完了，你再治愈也治不过来了，耶、yeah! ！
好，第二个车我们要关键就要用我们的黄金的巨鲸来跟它扛了啊！黄金巨鲸看效果怎么样？啊，我忘了试试平衡性了，我忘了试试平衡性了，直接翻了，Oh no！好，只能飞行侠搏一把了，只能飞行侠搏一把了，还能不能打着？啊，打不着了！哎呀，又浪费一次机会，我忘了先试试我们巨鲸的平衡性了。哎呀，糟了！对方也还有一个车，但是这个车它也有先的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们刚才一个反推居然自己倒了，我们再来试一下锦标赛里面。我们这个反推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反推自己会倒，我虽然给他干掉了，不加这个的话，我们加什么呢啊？然后我也装个气球，是不是？尽量把对方给吊起来，这个气球也不错呀。好，第一个能打完，第二个一定要用这个黄金巨鲸给他克掉啊！第一个能打完，来，第一个先收了他。这个帮派战对方不会加强，这点比较好，不像是那个锦标赛，你正打着呢，他又加强了，是吧？这个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能赢才行啊！来，好，激光发射，再来一发，再来一发激光它就废，耶，战术成功。然后呢，这个其实用这个拼一把也行，来拼一把。来，哎呀呀呀呀！对方互相掉，哇，人家无损，我的激光还是不行啊。来，这个只要不被他干扰，他可以秒我，我忘了这一点了，他可以秒我。哦，这倒效果不错哎，哦，这是意外的惊喜啊，意外的惊喜，意外的惊喜！赶紧推回下去，推回下去，推回去！哇，我本来以为又要重试了啊，这太惊喜了。好的，四级货箱。哇，五星的装泰坦上加30%，这不错啊，这是好东西。可惜现在没有好泰坦。这个对手他有圆锯，他有个小圆锯可以打后面。哇，第三个车也是圆锯，然后第三个是喷气球，第一个双管给他打，那个飞行侠给他打残。好，我们换一下啊，这个得换成公牛。还是上圆锯吧啊，来。然后这个的小轮子得去掉啊，因为对方有圆锯的。第一个车飞行侠打残，然后用第二个车收掉，然后他的第二个车用公牛，第三个车用喷气球。好，第一个先用飞行侠给他打残啊。哎，如果是哎呀，他翻了，果然我哎，激光扫不着我。对，我就想说，他如果倒在那的话，我们能直接赢啊。然后这个就只能指望公牛能给它弹起来了，起来吧！好的，赢了，这下赢了啊，角度刚刚好。然后应该是它撞墙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它撞墙，耶！然后这个就喷气球，这可以，起来，回去吧！哇，它已经是黄金巨子了，好，赢了，黄金巨子才900多攻击力啊！好，五级的货箱，这个没用，这个也没用。好，第六个对手啊，终于看到第六个对手了。第一个飞鹰侠，第二个飞鹰侠，第三个喷气球。哦，这个比较容易。好，来，飞鹰侠先上。哇，好的，只要躲过他的散弹枪就行了。好，没悬念。哇，跑得挺快呀。然后第二个也是飞鹰侠，走。哇，他要是翻过来的话，我们倒是麻烦了啊。还好他不翻过来。好。第三个是喷气球的菜了，好，给它喷回去，不要让它靠近。哇，它推进力好强啊，居然靠近了。但是呢，哎呀，我为什么要用这个？啊，都行了，它只剩一丝血了。六级的叉车经典加20%，黄金的叉车啊，跟经典还是蛮搭的。来，哎，这个没用。好，第七个对手，哦，又有机车小机枪，哎呀，讨厌机车小机枪，不知道飞行侠能不能飞过去啊。然后第二个是喷气球要赢他才行，第三个是飞行侠可以赢。第一个车好，飞行侠先飞，哎，没有被干扰，但是他在原地，哎，我这个角度能打着他，哇，这样好理想，非常的安全在上面。然后第二个车必须得这个了，回去，回去，完。好稳的，它比磐石稳多了，它比磐石稳多了，这下不好办，这下不好办，我们得用这个车了，我们得用飞行侠了，倒，哇，它倒了，耶，早知道我一上来就用飞行侠了啊，好，这下没问题了，好的，
第三个分享也没问题，三个激光根本就发不出来。哇，攻击力倒是很强啊，6800的攻击力，呀。然后七级货箱，我这个没用，这个也没用。哦，排名八的对手，第一个飞鹰侠现在能打多少？我们现在1800的攻击力，1800的攻击力我得算一下，1828乘以八等于14000。哎，第一个打得完，第二个也打得完，虽然他有抡具啊。第三个喷气球，嗯，喷气球能扛住一发，第三个应该能赢，就看飞行侠打第二个的时候能不能赢了啊。如果是他的抡具回来的话，我们还是很有危险的。飞行侠先上，走。好的，这个应该是没悬念啊，八发没悬念克制。好，没悬念，耶。然后就是这个了，这个是关键啊，是问题的关键。问题的关键，他会不会倒在那儿？哎呀，没有倒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他没有倒就完了。哇，一发都扛不住。好，但是呢，接下来应该是会，哇，他那个黄金的火箭有多少攻击力啊？不会秒我吧？哇，差点秒我，这怎么办？这打不过了，这样又打不过了。我这样又打不过了，这就弹起来也没用，人家有锯子。哎，赢了。哇，他那个锯子攻击力并不强，哇，运气不错。好，八级火枪，哎呀，没用。好，这个也没用，攻击力箱不错。排名九38000，而且是原锯。哦，这种超高血量的原锯，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胜算了，又打不完，是不是？然后又没办法把它推到墙上去让它撞墙。嗯，喷气球一直喷的话倒是有希望。第二个我们看看啊，第二个也是超高攻击力的圆锯，也只能喷气球。第三个它是落叶斩，3800的落叶斩，我没有车可以扛住它的落叶斩。好，这个我们也只能象征性的试一下了啊。嗯，好，第一个喷气球，象征性的试一下喷气球，起啊，起不了，哇，它推进力太强，推不回去。好吧，第一个我们就拿它没有任何办法。推进力太强了，然后这个也肯定不行啊。哇，这锯子两下就给我抡倒了。然后这个也不行啊，我这死活打不完，而且对方又不倒，而且抡锯还能抡着我们。哎，抡着了。好，这个只好放弃了啊。这个帮派战越来越难打，我们如果再直升的话，可能更打不到这个排名九、排名十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直升了，正好今天这期也比较长了，我们就不直升了啊，就到这结束了，然后等明天争取能再看到排名十，然后再来直升啊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